Let's say 我是晨晨，我是张志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又要去宜兰了。冷静冷静，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民宿，也不是要去饭店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去完成一项很特别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去你们就知道了。Let's go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已经到头城亲子馆了。耶、yeah! ！那这一间是附属在头城国中里面哦，超酷的。那我们去看看吧。Go！ 好了，我们进来了。我们首先要来见我们的馆长。馆长。不是你们想象那个馆长，不一样，好不好？然后听说馆长今天有交代我们一个特别任务，是不是？对对，今天有接到那个世界国小的社区共读站的申请，那个育儿行动资源的户外课程体验的部分，所以我们要麻烦就是爸爸这边一起帮我们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任务。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好，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边环境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我们这是一个创意墙面的部分，可以提供孩子跟家长一起组装一些游乐的设施，然后呢会有那个小小工程师的体验，对，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去组装建构的部分，然后里面呢会有一个文创医学专区的部分，医学专区部分里面会有各种的不同的主题去做更替，那这一次的主题是眼科小医师，里面所有的陈设会就是变成一个小小的眼科医师诊所的概念，那提供孩子在这边当小医师到门诊去，所谓面临的一些医学的问题从游戏当中操作，然后就不怕去看做眼科的检视这样子，里面这边有一个绘本专区，然后提供一个很多元的绘本，让家长跟孩子可以一起共读。另外一边的话是亲子桌游的部分，对，里面有各种年龄层的一些桌游游具，都可以提供给孩子跟家长一些互动的操作。这里面这边会有一个0-20岁的宝宝探索区，对，主要提供一些软式的游具给宝宝们这边探索。哦，所以小 baby 啊这边也可以玩得开心。对，那我们里面也有一个里面还有，对，主要提供给一些宝宝想要那个喝奶的哦，哺乳室，哇，太便宜了吧。这以前我自己亲喂，我真的很需要这种地方。对啊，哇，它这边很赞哎，而且里面维持很干净，然后它那些边边角角都有做一些保护，所以小朋友来这边玩很安全。对。对，你看它这个桌角、这个桌子都是用那种胶原混装。我觉得这样宜兰现在这样子用的好棒。对。我是应该的这一个。可爱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我们如果早些年有这些资源，我真的会觉得超棒的。生小孩真的也不会有压力。这边有一个土的部分，就告诉你说你的书应该放哪里。我觉得好棒哎、欸，大家来这里是不是也可以知道怎么回去教自己的小孩？馆长跟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我们要请老爸一起协助帮忙。就是我们外展的时候，这一次的主题会以口腔保健的一个课程的部分。所以会准备到的教具有很多，那我们要先来清点一下啊，只要有带出去的都要在这边做一个标注、哦、对对对对对，这边有一个出去回来，回来的时候要再点一次。好，你要来帮忙吗？他们现在就是要每个就是要去点说我们带出去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的大叔有在这边，这个是大叔，对，然后这边帮我们勾选，对，出去的一个，好，这个已经有了。然后展架是指它的那个架子吗？对，这个、架子。OK， 打勾。好，洁牙小恐龙。好，那我们要有人要算洁牙小恐龙吗？总共有15只哦。好可怕！工作分配。啊，很痛哎。都已经清点完成了。那负责人，我们这边要签名了。好了，我们清点完成了，那我们等下准备出发喽。Go。头城国中也算是蛮好山好水的，它刚好靠山边呢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边附近也没有什么很吵闹的那种工厂，
那所以我们现在宜兰县政府是每个乡镇都一定有配一间亲子馆，对不对？对。像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，我们就会开这种外展车到当地的一些单位，然后跟他们合作办一些活动，所以爸爸妈妈就会带你的小朋友过来玩。重点是全程免费，免费耶，免费耶！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太棒了。大家要停这边，我们开里面。开这一台车就是有特权。耶！今天有什么任务交给我们？尽量交代给我们。今天我们任你差遣。对。好，今天我们也派了一群小朋友跟你们一起。OK。哦，好。好，好，加油。OK， 那我们任务开始了。好。先做一个脚步，所以我们先把工作服先穿起来。OK。店长好，老板好，陈妈好，馆长好，等一下的活动就拜托你们了。OK。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各位家长们好。特别邀请了姜子爸爸一家来这边当小助手，掌声欢迎。那我们今天所要的第一个任务是，我们一起来先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主要是认识牙齿怎么去保健它。对，所以我们会有带来一个小小的故事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这个小故事。这个小故事呢，它有一个名字叫做《白尼莎的奇幻旅程》哦。只要开始。大家好。哎呦，这位先生。跟大家分享怎么刷牙会更干净。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心来带我们一起玩手作 DIY 的部分。县长，我今仔真欢喜来个家，想要来甲你问一寡问题。像我们现在新手爸妈，每个人都很辛苦嘛。对。那像我老大现在出生到现在，回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。对啊，这个新手的爸妈都会这样子哈。对。但是呢，现在鼓励生产，多生的
他就会顺心顺手。然后呢，宜兰县政府我们就鼓励生产。所以呢，我们有这个亲子包。亲子包里面的新手爸妈，因为他不知道要出去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会忘掉这个东西，忘掉那个东西。那亲子包呢，能够呢，我们的奶品罐啊，或者是玻璃罐哈，有这个我们的尿布，还有呢，比如视角巾啊，然后他都会放在这个亲子袋里面，这个亲子袋很方便。我跟我太太是每分每秒都在成长，怎么学习当一个好的爸妈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也是要上网看很多资料啊，看书啊。现在有这个亲子包，就可以让新手爸妈比较好上手。对，像我们爸妈都是有第一次当父母的经验，有时候遇到小朋友的喂奶啊，或者是洗澡，甚至是小朋友突然生病，因为第一次当爸妈会手忙脚乱，就是比较容易大惊小怪，啊，稍微不舒服，稍微感冒，或者是稍微发烧，就啊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新手爸妈就很慌张。对，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县政府会不会提供一些协助呢？会。县政府哈，这个高龄行政，所以哈，我们对哈有坐月子的这个月嫂哈，也来给人道帮忙哈。比如讲哦，新手爸妈哈，员工阿囡啊。比如讲啊，淋雨量的时阵，淋好了爱拍背啊，吼，啊，洗温水的时阵啊，温度要几度啊，吼，也拢会给咱吼教，啊，给咱吼，来厝内底教安尼。对，都会到家里来教我们哈。然后洗澡啊，哈，换尿布啊，哈，看小朋友的这个状况啊，哈，真的越少拢会来厝内来给咱吼，给咱关心。拢给咱穿便便啊！穿便便。因为我们鼓励生产，而且我们希望新手的爸妈哈，带囡仔哈，哎，让免咱紧紧张、紧慌张。那月嫂来教了几次以后，他就会有上手了。那这个上司老爸哈，你来个宜兰，你会感觉什么款？宜兰感觉很有人情味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赞嘞！我就该来宜兰，真正是。大礼拜拢来宜兰，今天来宜兰出这个任务，我感觉哇，真的很有意义啊。那没有来真的不知道哦，宜兰现在已经把我们这个亲子这方面做得这么完善。对，每一个乡镇都有一间亲子馆。我们的亲子馆啊，我刚进来宜兰县政府的时候，那时候才四家亲子馆。那宜兰县有12个乡镇。那现在已经这12个乡镇都有亲子馆了。连大同乡哈。就是海拔最高的亲子馆，在大同乡嘛，我们的拼图给它拼完成的，现在12个乡镇能完成了，都完成了。那今天这台行动外展车就是专门来服务咱这比较偏乡的地区嘛，对吧？行动外展车哈，因为哈，就南澳大同啊哈，那个较偏乡的地方嘛，然后今天要出来，较不会那么方便，所以我们的行动外展车就会开到那边。这个应该来这哦，应有尽有，有书本呢，有故事书啦，或者是这些小朋友的，需要用到的哈，这些都有。感谢馆长，咱今仔日任务就算完成啊。想要问咱馆长有一个问题，你平常时有在看那个八点档无？有空的时候都会看，但是也很久都没有看。很久没看啊！我的频道是跟一般的亲子频道较不同。有时候都会演一些比较无厘头，然后让观众觉得很奇怪，然后很搞笑的短剧。他现在喜欢问，反正讲你看那八点档了，敢有想要家己做一个演员？想要当演员，是因为咱家己工课较多。哈哈哈！无今仔给你完成一个小小的梦想。好，咱来演出一出戏。好 ，OK， 好 ，Let's go。县长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我今年给你挑战你啊，没问题，我明仔有礼物哦。哼，我头一个派阮的上强的来给你拼，来。姐姐快点来帮忙。好。怎么可能？快点帮我们。好，没问题，来。我都还没触到到呢。那有可能？太厉害了吧！我们今年又没有礼物了。跟你们开玩笑的啦。那防疫期间，我们就口罩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哦。来，防疫期间口罩最好。哇，终于拿到礼物了！终于拿到礼物了！谢谢县长，谢谢县长，谢谢县长。明年再见了。我明年过来给你挑战。好，来。好啦，我们回来啦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完成了。今天首先参观了我们的头城亲子馆，我们一起开着外展车，一直到了四节国小的共读站，跟他们家庭教育中心合办的一场活动。然后最后县长还跟我们一起同乐，教这些小朋友怎么刷牙。
然后讲故事，然后最后还做了 DIY。他们宜兰县政府现在是每个乡镇都有一间亲子馆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外展车这个目的呢，就是主要是服务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，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社区啊，因为妈妈刚生小孩，可能不方便带小孩出门，他们就会可能集合起来，然后利用这个外展车到那个社区，然后一起办一个活动，真的是蛮贴心的一个想法。而且我真的很谢谢宜兰县政府邀请我们来参与这个活动。不来不知道哎，宜兰真的亲子教育这一块，我真的觉得做得非常赞的。我自己当妈妈，我自己非常了解，我们很需要这一块，就是对新手爸妈提供了很多的协助，对，让新手爸妈很快速的可以变成老手。而且你看亲子馆的环境非常的优秀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也完成了任务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